什么是教科书级别的电影？香港的著名动作演员钱小豪在一次采访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他的儿子去美国学习电影，一天老师讲解动作片的拍摄技巧，没想到展示的一个片段居然就是钱小豪本人在教科书上看到自己的父亲，让钱小豪的儿子倍感自豪。而这部被当作教材的电影就是1994年李连杰主演的《精武英雄》。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里诞生了无数的动作片，如果说《精武英雄》是最好的一部，那绝对颇受争议，但如果说《精武英雄》是香港影史十佳动作片之一，那肯定会得到大部分观众的认同。其实不只是我们国内的影迷认同，即便是国外的知名影人也是把该片视为最爱，比如好莱坞的著名导演昆汀就曾把《精武英雄》反复看了40多遍，片中所有的台词他基本都能脱口而出。还有香港著名导演陈嘉上，在戛纳参加电影节的时候被几个法国年轻人跪在地上膜拜，就是因为他拍出了《精武英雄》，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今天粉猪君就来详细解读一下这部被称为教科书级别的电影，看看它到底有何过人之处，让无数观众为之痴迷。视频较长，制作不易，方便的话麻烦点个赞吧。日本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天皇，更不是属于军队。人民万岁！哎，黑龙回来了，黑龙回来了，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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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开篇就能看得出，《精武英雄》并没有对日本人以全盘丑化，而是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这里既有反对军国主义的大学生，也有拥趸种族主义的黑龙会成员。当然，这个时期的日本总体上还是法西斯主义占上风的。这一群黑龙会的成员之所以气势汹汹地来到学校，为的就是把中国人赶出日本，而陈真就是这其中之一。上课的渡边教授本来还想阻拦，但是却被一把推开，眼镜还被踩得稀烂。这个时候一个女孩站了出来，她自报姓名叫山田光子，指责这群人只会欺负没有还手之力的学生。看着一个女人都敢训斥自己，这个领头的自然感觉面子上过不去，便抬起手来要打。但此时陈真突然站了出来，把光子挡在了身后，开启了他在本片中五场打戏的第一场。我数到三，你就给我滚！一、二、三。这段戏看得出陈真还是比较理智的，他明白强龙不压地头蛇，所以出手用的是擒拿，一两招之内制服敌人，但又不造成过大的伤害，手法之精巧犹如庖丁解牛一般。只是短短的几十秒，这一群人就被打得遍体鳞伤，吓得连连后退。怕闹出人命的渡边教授在打斗开始前就跑出去，把这群人的师父传阅文夫叫了过来，他是黑龙会的总教头，日本第一武道高手，看到徒弟们只是被卸掉了关节，就知道对方是手下留情了，于是便没有往下追究的意思，而是上前询问姓名。在得知这人是来自精武门的陈真时，传阅文夫的脸色微变，略带惋惜地说，他刚收到来自上海的电报，说是陈真的师父霍元甲在跟日本武士芥川龙一比武的时候被打死了。知道这个消息后，陈真便按捺不住要起身回国。在去码头的路上，光子一直跟着他询问是否还会回来跟自己见面。等他们离开中国回到日本的时候，我就会回来找你。可是日本人到青岛打的是德国人呢。你要搞清楚，青岛也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人跟德国人都是侵略者。陈真的话确实是那个时代千万爱国人士的内心写照，为了肩负起时代使命，他们往往都会放弃儿女情长。经过几天的漂泊后，陈真终于回到了上海。俗话说墙倒众人推，霍元甲败给日本后，精武门也立刻从风光无两沦为了同胞们的笑柄。在陈真说出要去精武门的时候，连车夫都嫌弃地说道，要不学功夫就别去精武门了，那里根本就没有前途。精武门一定有前途，你等着看。不仅是这些外界的人议论纷纷，即便是武术界的同行们在听说霍元甲身死后，也纷纷来到精武门挑战，想把这里当作自己的一个垫脚石。陈真刚进门就看到一个外来的武士要挑战霍元甲的独子霍廷恩，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些外来的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会是迷踪拳的对手？三下五除二的功夫，
这人便被接连打倒在地多次。虽然他最终嘴上认输，但心中仍然强硬，哼了一声便扭头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向来都不缺少这种人，自身没有什么本事，还总想着挑战专业人士，输了之后还总是口服心不服，终归是难成大器。这场闹剧结束后，陈真便进入了灵堂，要给师父上一炷香。当有人递上来丧符的时候，龙进孙在一旁说道，陈真不姓霍，是不能披麻戴孝的。不过霍廷恩却认为陈真自小被父亲抚养长大，其实已经算是霍家的一份子了。这个片段很多人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怎么在意，不过这个细节却并不能被剔除，因为这几句话把龙进孙的性格交代了出来，让观众不知不觉中就知道了他是一个守旧的人，也为之后他的一系列行为提供了合理性。穿好丧服的陈真怀着悲痛的心情，把师父之前写的一个忍字取了下来，当着师父的牌位将其一掌劈断，表达了自己对传统忍让精神的不满。接着他便不顾众人的劝阻，只身一人来到了虹口道场，找到那个打死师父的人报仇，由此便开始了五场打戏的第二场。中国之物不可以进虹口道场，出去！这是中国人的地方，是中国人就可以进来。混蛋！戏份真称得上是迅疾猛烈，而且力道十足，陈真基本上都是一招制敌，毫不拖泥带水，而且还能在其中看得出他不再是上一场打斗中的手下留情。这一次他抛去了师父传授的忍，下手基本上毫无顾忌，掏嘴抓阴无所不用。当然最终他还是饶过了最后一人，因为他知道自己今天来的目的不是教训这些小喽啰，他真正的目标还是芥川龙一。果然这一番打斗下来惊动了芥川龙一，作为一个传统武士，他决定与陈真来一场公平的比武。为了调查真相，陈真还专门选择了用霍家拳对战芥川龙一，刚交手没几下，陈真就抓住了对方的破绽，一拳将其击退。随后的对决中，陈真更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逼得芥川龙一连连败退，甚至还揪住了他的耳朵，激起了他的怒气，让芥川龙一施展全力对战，但终归还是与陈真有着不小的差距，只能落败收场。在看到对方施展全力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后，陈真便知道了芥川龙一的实力是远不如自己师父的，那么师父的死肯定是有蹊跷。离开虹口道场后，他便召集人手要给师父开棺验尸，但是这种行为是大忌，所以龙进孙很是反对。不过陈真一心坚持要这样做，他也没办法硬拦着，而检验出来的结果也让众人震惊，霍云甲的肝脏中真的发现了毒素，他确实不是被芥川龙一打死。众人回到精武门后纷纷猜测是谁下的毒，最终把范围限定在了精武门内部。而厨房的伙夫根叔在听到龙庆孙对自己有所怀疑时，直接破口大骂，嚷嚷着让他别吃自己做的饭。陈真见到这个情况，认为根叔在精武门内做了几十年的饭了，基本不可能是内奸，而且霍元甲平时是跟大家一起吃饭的，唯独他自己中了毒，那么可以肯定饭菜里面是没有毒的，所以他便把双方安抚了下来。而师父具体死于哪种毒素还需要等到法医出具体的检验结果。精武门众人的生活也慢慢回到了正轨，只有霍廷恩感到很是不快，因为陈真打败了芥川龙一，所以被馆内的众位师弟当成偶像，全都围在他的身边学习。这样踢哪有力啊，我告诉你啊，日本武术里啊有一种侧踢，虽然很简单，可是速度很快，威力也很强。吴师兄，踢给我们看看嘛。对啊，快点，快点，师兄，踢给我们看看。来，站好。给众位师弟们传授霍家拳外的功夫理念，让传统保守的龙进孙有点看不过去了，而且连一些外来学武的人也指名道姓的要找陈真学习，这样作为正牌馆主的霍廷恩感到脸上无光，于是便跑到了妓院找自己的情人小红排解忧愁。而虹口道场这边，落败的芥川龙一也满腹忧愁，他通过陈真之口
知道自己并不是霍元甲的对手，他之所以能在决斗中获胜，必定是有人在其中做了手脚，于是便找到了军部的负责人藤田刚，质问是不是他安排人下的毒。藤田刚面对质问，不但没有羞愧，反而还出言嘲讽了一番。大日本帝国到了今天，无论经济、科技、工业以及军事力量都大大的超越中国，原本希望你们这些学武的人能将中国的武术神话打破，可惜你们偏偏不争气，我们要插手也是逼不得已。卑鄙，你不配谈武士道精神。哎，别动，别动。藤田刚连自己人都杀，可谓是心狠手辣，而且他还极其善于使用权谋，安排人把芥川龙一的死嫁祸在了陈之身上。毫不知情的虹口道场众人看到师父被杀身亡，便拿着武器来到精武门，要为师父报仇。恰巧此时陈真出去跑步了，芥川的徒弟们扑了一个空，但他们并不打算离开，嚷嚷着让精武门交出陈真。这段时间霍天恩本就心中烦闷，看到对方咄咄逼人，便直接吩咐人关门打狗。这一次混战不再是点到为止的切磋，而是不死不休的短兵相接。没一会儿的功夫，精武门就乱作一团，眼看就无法收拾了。好在日本人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巡捕房报警了，此时租界的警察们也赶到了现场。在几声枪响后，众人总算是停下了打斗，但是日本人仍然不肯离开精武门，是要找到陈真为师父报仇。恰逢这时陈真也跑步回来了，他看到馆内的一片狼藉，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被警察以调查的名义带回了巡捕房。几天之后，陈真就站上了法庭的被告席。日方为了定他的罪，专门找了几个人做伪证，但这几人显然没有串通好。有人说陈真用刀砍死了芥川，有人说他用斧子砍死了芥川，让众人笑作一团。陈真对法官说自己那天晚上在精武门，自己的师弟们可以作证，但是日方的律师却认为中国人当然会偏袒中国人，陈真的那些师弟不能作为证人。案件审判一时间陷入死胡同，直到一位新的证人出现，才打破了这个僵局。而他就是从日本跑来上海，专门来找陈真的山田光子。那天晚上他跟我在旅馆房间里头一直都没有出去，整个晚上。是的。如果陈真他趁你熟睡之后再偷偷溜出去的话，你不会知道吧？可是他根本没有机会出去，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床上一直没有睡觉。既然没有睡觉，那你们在干什么？我们两个在床上没有睡，你说能干什么？虽然光子为陈真写错了罪名，但他的一番话却惹来了众人的非议，纷纷指责他不要脸，而且精武门的众人也无法接受这个日本人，全都对其表现出了厌恶之情。龙进孙这个保守派自然也是附和着劝说陈真，让他不要为了一个日本女人而毁了自己的一生。这段戏份虽然不是武戏，但是却也非常出彩。影片明确地指出了不管在哪个年代，国人之中都会有很多不理智的激进之人，他们跟那些要把陈真赶出日本的黑龙会成员有很多相似之处。霍廷恩作为精武门的馆长，为了平息众人的抗议，也为了发泄自己这些天来积攒的怒气，直接提出了要跟陈真比武，要是他赢了就让他来做精武门的馆长，要是他输了那就离开光子。被逼无奈的陈真只能选择跟霍廷恩比试一场，由此也开始了他在本片中的第三场打戏。战斗一开始，陈真并没有使用全力，因为对方是师父的独子，他于情于理都要让三分，所以双方看起来势均力敌。然而霍廷恩却是毫不留手，拳脚猛烈，破石碎瓦，颇有一股生死局的意味。陈真因为保留了实力，所以逐渐的有些招架不住，他见此情况便增加了力道，几招下来就擒住了霍廷恩的双手，一个重拳直奔他的面颊。但是到了最后一刻，陈真还是念及旧情停了下来，然而霍廷恩却是不管不顾，趁着陈真慌神之际直接将其踢翻在地。这一脚对陈真的伤害并不大，但是身后众位师弟们的叫喊声却深深地刺痛了。打打打打打！我们精武门不需要只有日本狗，大圣把他赶出精武门，大圣把他赶走，我们精武门不需要这种人。这一刻陈真决定不再收手，他要用自己的拳脚打醒精武门的众人，让他们知道固步自封的国人与当下整个世界的差距。
最终，陈真获得了这场决斗的胜利。霍天兑现诺言要让出馆主之位，但陈真对于这个位子却没有任何的想法。他之所以击败霍天恩，是为了不辜负光子的情，而他拒绝馆长之位，为的是不辜负师父的意。有情有义，能屈能伸。陈真用武力告诫了同门，也用拳脚惊醒了霍天恩。最终，他给师父磕了三个头，带着光子离开了精武门。但是当他寻找旅馆暂住的时候，却发现根本没有人愿意接待他们，甚至还有人指责他为汉奸。没有办法，陈真只能带着光子来到了师父的坟前。这里有一间茅草屋，虽然条件简陋，但是却也能遮风挡雨。不过豪门出身的光子却没有受过这一番苦，屋内的老鼠吓得他花容失色，陈真心中难免的就有了愧疚之情。哎，我真是对不起你，竟然要你住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啊，哦，你看风景好漂亮啊，其实住这里比住旅馆舒服多了。你真这么想啊？那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你真的要放弃精武门？是精武门放弃了我，这样没有包袱，反而轻松多了。可是这不像是你。为什么？你是在骗自己，没有精武门你会觉得空虚，又怎么会觉得轻松？一个人想找到一个知己难于登天，但陈真却发现自己的知己不是同胞，而是另一个国家的人。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他们之间的爱情终究是不会被认同的。精武门这边，从未受过挫折的霍天恩在当众落败之后便消失不见了。此刻馆内是群龙无首，恰逢这时日本人又找上了门，说是黑龙会的第一高手来到了上海，他要挑战精武门的馆主。但现在陈真离开了，霍廷恩不知所踪，哪里还有人可以应战？馆内这时人心惶惶，连毒害霍云甲的真凶也坐不住了。原来那个追随了霍云甲几十年的根叔真的是下毒的真凶，他的儿子因为犯罪被抓起来了。馆中一个叫阿祥的弟子说可以帮他把儿子捞出来，但是需要帮自己一个忙，所以根叔才做出了这个事情。不过他不是在饭菜中下了毒，而是把毒下在了霍云甲治疗哮喘的药里，所以别人才没有事情，只有霍云甲自己受到了影响。当时阿祥对他说，这种毒只是影响霍云甲的功夫，并不会致人死亡，没想到最终会是这样的结果。此时根叔有些后悔，便对阿祥发起了火。见到这种情况，阿祥怕他把事情捅出去，便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勒死了根叔，并伪造了他畏罪自杀的假象，让众人认定根叔就是最终凶手，这样本就风雨飘摇的精武门更加的岌岌可危。而在当天晚上，一个女人找上了门，正是妓院的头牌小红。原来当初霍天恩落败之后，因为心灰意冷便去了他那里借酒消愁。虽然小红是风尘女子，但是对于霍廷恩却是懂得真情，他怕爱人如此沉沦耽误前程，就来到了精武门，想让他们把霍廷恩带走。龙进孙一行人来到妓院后，发现霍廷恩已经醉得不成样子，而且还借机耍酒疯，发泄着心中的不满无能。但是酒解不了真愁，他在清醒之后终归还是要面对现实的。在得知日本人又下了战书后，霍廷恩虽然知道自身实力不足，但是作为霍元甲的儿子，他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要去应战。而龙进孙也放下成见，帮小红赎了身，带他回到了精武门。如果你们能对光子那么开明，那就好了。这番话龙进孙虽然没听进去，但是霍天恩却心中思绪万千。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开始勤加操练，为即将到来的比试做准备。而日本人这边派出的高手，就是那个与陈真有过一面之交的穿越文夫。不过他本人却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份战书是军部的藤田刚替他下的。穿越文夫自然不屑于任人摆布，他来中国是为了自己心中的武道，而不是做别人的棋子。我只是个教头，不是走狗。他真正想要挑战的高手就是那个身手了得的陈真。通过消息他得知对方在霍元甲的墓旁，于是在一天清晨便来到了此处，由此便开始了本片的第四场大戏。在我看来，这一场要比最终的大决战更有看点。这一场对决从开打前就处处透露着疾风，双方摆好架势就要开打，但是穿越文夫却问起了陈真最强的拳是什么。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一点爆发出来就是最强拳。哎呦，打得蛮好看的，可是我从来就没见过石头会打人。你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会动的人。其实穿越文夫算是跟霍云甲同辈的武术大家，因此他在武学方面的研究是远比陈真要精深的。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提醒陈真，最强的拳不要拘泥于力量是否强大，因为对手是会动的，当你面对强敌的时候，是没那么多机会让你集中全身力量一拳打中对方的。当然陈真这样认为也是情有可原，毕竟之前他基本没遇到过同级别的对手，不管打谁都是在虐菜，因此最重的拳总能打到对方。接着传月又问起了最强的防守是什么，是进攻，与其尽力的防守不如全力的进攻，在最短的时间击倒对手。这其实就是陈真的搏击风格，从之前的几场对决就可以明显看出，陈真在打架的时候进攻侵略性非常强，当然他防守的功力也很了得，但他其实是崇尚主攻的武者。这一番对话下来，传月文服犹如老僧处处哑谜，陈真不耐之下略显心服。在他第三次要动手的时候，传月文服又叫停表示要活动下筋骨，这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没想到被一个日本人用得得心应手。陈真被几次打断后也有点泄了气，没想到这时传月文服却突然冲了上来，打得陈真措手不及，接连后退，但他毕竟年龄占优势，很快就稳住的身形开始反击，并且也没有再局限使用霍家拳，而是转换为了更加直接的现代搏击。虽然好像一招一式都透着破绽，但却是故意为之，引诱对手陷入圈套。几个回合下来，传月文夫逐渐招架不住，但他毕竟是经验老道的宗师，临场应对能力远超常人。在看到了陈真的招式之后，他便也有样学样的复制了搏击之术，和陈真打得有来有回，双方的形势再次回到了同一起点，一时间竟难舍难分。但这时突然起的风沙把传月的眼睛迷住了，陈真抓住了这个机会，接连击中了对方，把他打得屡屡败退。虽然占据了很大优势，但看到对方根本没办法还击时，陈真还是收起了拳头，掏出布条蒙住双眼，要跟传月进行公平的对决。同样传月文夫也扎起了眼睛。走到此刻，二人的战斗从纯粹的武术切磋来到了斗智斗勇，陈真一脚踢出茅草，骗得传月出拳，抓住空当他便进行了反击，但是传月仍然保持了爱学的心态，他也拿出了石块旁敲侧击，骗陈真出手露出了破绽。最终双方使出擒拿，一个被夹住双腿，一个被锁住咽喉，颇有不死不休的架势，但这时陈真却感到对方的手松开了，他也顺势收起了双腿，二人取下蒙住双眼的布条终止了这场战斗。最终陈真还是输了，毕竟双方如果都不松手，传月失去的会是双腿，而他失去的将会是生命。当然如果陈真没有蒙住双眼放弃优势，那么获胜的也将会是他。站起来后，双方交流起了心得，中国人讲究的是个人修为以及招式运用，一般不怎么注重实战，但陈真却认为技击的目标就是快速的击倒对方，所以很少使用霍家拳，但这却遭到了传月的反驳。你完全错了，年轻人，我告诉你，要击倒对方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手枪，练武的目标是要将人的体能推到最高极限，如果你想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要了解宇宙长生。好了，我走了。回顾这次战斗的始末，可以说传月一直在传授陈真心得，他认为陈真追求一招制敌是对的，但个人的武学修养同样重要，这种修养并不是身体素质，而是对于武道的理解以及各种传统招式的运用，只有如此的中西贯通，才能根据对手的情况适时做出改变以及使出相应的战术，而这便是真正的武学真谛。傍晚时分，陈真又迎来了今天的第二个客人霍廷恩，他在之前听到师妹的那句话后便放弃了心中的成见，要想陈真带着光子回精武门生活，但是陈真却不愿意回去，因为他知道不肯接受光子的不仅是精武门众人，还有上海乃至全国的部分人，他为了不让精武门的声誉受损，决定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而这几句话也进入了光子的耳中，
接着霍天恩说最近学了一套拳法，让陈真也学学看。陈真本就天赋极强，没多大会儿的功夫便把这套拳学会了。他感觉这套拳法跟霍家拳很像，没成想霍天恩直接说道，这就是那一套从不外传的迷踪拳，他明天就要应约去红狗道上比试了，这一去凶吉未定，如果自己遭遇不测，那还请让陈真把这套拳传承下去。霍廷恩这一番大度行为证明了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转变，宗师气度开始初露端倪。陈真送别霍廷恩后回到茅草屋中，却发现光子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了一封告别信。对不起，我终于还是决定要走，人生有些事比爱情重要，没有我在你身边，你能做的事更多了。遵守你的诺言，在日本军队回到日本的时候，我会在京都等你。他深知现在自己是陈真的累赘，于是便决定主动离开。那陈真自然也不会辜负他的一番心意，第二天便回到了精武门，决定与霍廷恩一起去迎战。两大高手同时出击，让精武门的众人兴奋不已。而日本人这边，传阅文夫不想被人摆布，在那天与陈真比试后便回国了。而接替他参加比试的就是军部的负责人藤田刚。精武门的阿翔不知道何时也来到了此处，他被藤田刚换出来，直接一枪击杀。而他毒杀霍云甲的事情也被藤田刚毫不避讳地说了出来，因为他今天就没打算让陈真二人活着离开这里。接着他还让士兵全部撤离，自己一人对阵精武门两大高手，可以说是狂傲至极。并且他还拿出了一块东亚病夫的牌匾要送给精武门，这直接就激怒了霍廷恩，他上去就对着藤田刚开打。但是奈何双方身体素质差距太大，他的拳脚没有给藤田刚造成任何伤害，反而被对方的随意一脚直接踹飞。原来藤田刚平日的练功方式就是让人用木棍击打自己的全身，练到最后直接能拍钉入木，拳脚碎石。可以说他的武学修为不高，但是身体素质已经修炼到了极致，只注重传统武术招式不注重实战以及身体素质的霍廷恩当然不是他的对手。看到牌匾被踢碎掉了，藤田刚直接就发起了进攻，但是却被陈真抓住破绽，一脚踢飞了出去。虽然他的身体素质极强，这一脚对他没造成多大伤害，但也足以让藤田刚明白眼前的对手不容小觑。由此便开始了陈真在本片中的最终一战。从身高就能看得出来，对战双方的段位差距极大，陈真很明显的处于劣势。藤田刚首先发起了进攻，但陈真依仗着更快的速度，总是能躲过攻击并迅速反击。然而他的反击对于一般喽啰可能管用，但是打在藤田刚身上却也比霍廷恩强不到哪里。而且藤田刚还抓住时机，用下巴擒住陈真的拳头，一脚将其踢倒在地，接着便开始了猛攻。在藤田刚的接连攻击下，陈真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凌空翻身将其踢倒。这一击让藤田刚谨慎了起来，他不再一味的进攻，而是开始回归防守，在格挡进攻的间隙一拳把陈真击倒，拿回了主动权，接着又是一阵拳脚输出，最终把陈真击倒在地。藤田刚笑嘻嘻的以为自己赢了，没想到陈真居然再次站了起来，毕竟他也是非常注重身体素质锻炼的，这点伤害还是不可能打垮他的。这场战斗也由此开始了第二回合，不过陈真此时知道了与对方的实力差距，所以回归了防守，故意激怒藤田刚让其先出手，然后抓住空档奔向对方面门。虽然拳头被格挡住了，但是陈真却立刻反应了过来，以拳化掌将对手的眼睛打伤，趁着这个机会接连就是几记重拳，外加一个飞踢把藤田刚踹出了屋外。再厉害的横练功夫，那也只能练得铜头铁臂，而眼睛却无法练习，陈真便抓住了对方这个伤口猛攻。藤田刚还想再次用下巴夹住陈真，但是却反被弹指打痛，抬起了头。陈真一记手刀击中了他的咽喉，接着便将其摔在了台阶之上。藤田刚机器人的称号不是白叫的，这一番打击下来仍能再次爬起，而且还愤怒地捶打自己的脸部，挑衅陈真再来。没想到这都是他的计谋，陈真使出高踢腿让他抓住了破绽，被直接摔倒在了石板上。
受到不小打击的陈真在速度上开始有些放缓，被藤天罡再次抓住破绽，一拳把他的肩膀打脱臼了，少了一只手格挡，陈真自然是应付不来，接连被对方打中，好在抓住时机，一个蝎子摆尾再次扳回一局。但陈真终归还是单拳难敌双手，在之后又接连挨了几记重拳，他只能看准时机飞扑到藤天罡身上，再次回到了屋内。趁着对方起身的时刻，陈真单手撑底，忍着剧痛瞬间接好了脱臼的关节。接着二人的缠斗便进入了第三回合，藤天罡本想着趁着时机抢先进攻，但是奈何视线已经受阻，接连被陈真躲闪并回击要害。可能是打得太顺利，陈真一个高抬腿便露出了破绽，被藤天罡直接扛起摔倒在地。接着他便想再次使出顶膝，要把对手的脊椎打断，但是好在陈真反应快，搂住了藤天罡的脖子，借力之下就把他重重摔了出去。现在双方虽然都已经进入了狂暴的状态，但是陈真却仍保持着一丝理智，他仍记得传阅文夫对于武学的感悟，于是便开始寻找藤天罡的弱点进攻，那就是练不出肌肉，没有抗击打能力的腋窝以及脖窝。几个回合下来，藤天罡虽然外表看不出伤害，但是手脚已经完全使不出力气，即便强忍着酸痛爬起身，但是却再也躲不过陈真的凌空飞踢。看着藤天罡倒地不起，陈真认为战斗已经结束，便扛起霍廷恩要回精武门，没想到藤天罡再次起身拔刀就冲着陈真杀了过来，好在霍廷恩及时发现，转身替陈真挡了一刀，气急败坏的藤天罡毫无理智的持刀追砍对手。陈真在躲闪的过程中直接一个跳起反手收出皮带，精准地打在了他的脸上，一个柔，一个刚，一个理智，一个狂暴，最终的结果也可想而知。陈真本以为这就结束了，但是奈何小日子不讲武德，一队士兵冲了过来，要他们为藤田的死做个交代。而这时龙进孙也带着巡捕房的人冲进了虹口道场，要带走陈真两人，双方瞬时剑拔弩张，眼看着就要枪火四起。没想到此时一个日本人突然站了出来，他虽然是军部高官，但是却非常反对战争。他们想占领中国，但是日本现在的情况就像一只很强壮的蚂蚁，想要吃掉一只在熟睡中的大象，大象不醒的时候，那只蚂蚁似乎有可能有点甜头，但是万一大象痛醒的话，就算是再强壮的蚂蚁也绝对没有赢的可能。虽然他反对双方起冲突，但是藤天罡作为军部高官，他的死一定会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中国发动战争的借口，不交出凶手肯定是无法慎终的。好，那就牺牲我一个人。果然不错，是个男子汉。两声枪响之后，一具尸体被抬出了虹口道场，人们纷纷惋惜陈真这个民族英雄。然而陈真其实没有死，在聪明的巡捕安排下，代替他中枪的是那个早已身死的汉奸阿翔。而陈真为了躲避风头，也从此离开了上海，下落不明，最后只留下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你说我们中国什么地方日本人最多？东三省啊。那好，我们就去东三省打个痛快。
李连杰的陈真可以说是对李小龙陈真的一个颠覆，他在这部精武英雄中不再像李小龙般满腔怒火，而是始终保持着冷静，但是李连杰的陈真却可以说是对现实版李小龙的一个致敬，因为李小龙的截拳道就是在传统武术的基础上融合了拳击、泰拳、柔术等一系列世界武道精华，而李连杰饰演的陈真所提倡的中西融合便与现实中的李小龙的观点不谋而合。而在此之外，两部片子最大的不同就是影片的内核深度了。精武英雄虽然保留了精武门中的家国大义，但是在此基础上，导演兼编剧陈嘉上并没有一味的脸谱化各方势力。本片中的日本一方有明事理的人，也有反对战争的人，而中国一方也有汉奸走狗以及不认可光子的蒙昧之人。而且他还通过穿越文夫这个角色向观众们传达了本片的主题思想。这个角色一出场就告诉弟子，暴力不能解决问题。说起霍英甲去世之后又感慨可惜没机会较量一次的惺惺相惜。在得知藤田刚替自己下了战帖之后，他也是拒绝应战，不肯受人摆布。之后与陈真的私下约战，与其说是较量，不如说是传艺，代替去世的霍元甲检验陈真留学的成色。经历了穿越文夫这一战，陈真才算是真正毕业。可以说这个日本武术家的光彩甚至超越了真正的主角陈真，和霍元甲一样是陈真的师傅。放眼过去和现在的片子，没有几个敢于说出这样的话，说日本人教导中国人。所以这部电影的角色设定上下透着一股大气，有强大的对手又如何，只有学习他、超越他，才能显示我们的强大。总之精武英雄这片子堪称经典，足以传世。虽然当年它上映后没有获得很理想的票房，但是这么多年沉淀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一部电影是否经典和票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能够经过岁月检验的电影才是一部真的好作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麻烦点关注，我们下期再见。